主料：法菜40克，辅料：鸡脯肉200克，猪肉50克，鸡蛋一个，淀粉、姜、葱、盐、鸡精、香油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法菜烤软，洗净后挤干水分，鸡脯肉和猪肉剁成蓉，加入鸡蛋顺一个方向搅匀，将法菜切碎后加入肉蓉中，加入盐、鸡精、姜、葱水拌匀，再加入淀粉拌均匀，锅中加水，中火，等水冒气泡时，用手将肉泥挤成丸子放入水中，水开后2-3分钟，丸子熟后捞出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丸子下锅里水不要沸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